哈喽，大家好，今天去黑头了，好几天没有去黑头了。我家里那个放到家了，忘了拿过来，来到这边之后又抓紧拍了一下，昨天才到。好了，等十五分钟。好了，十五分钟到了，接下来我把镜头反过来让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接下来大家看一下，很脏，因为好几天没有去黑头了。前两天去海边，哎呀，脏的呀，不行不行的。看看，接下来那么多，可好用了，姐妹们啊！大家如果有黑头的，大家可以去试试，草莓鼻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看。地板的缘故，所以照出来是这个颜色。然后把脸洗一下。再涂一下这个毛孔收缩精华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就行。大家如果有需要的，有草莓鼻的姐妹们，小黄车大家可以去拍啊。